大家好，欢迎来到仰望美食，我是 Tina。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款樱花蛋糕装饰。樱花在日本很受喜爱，短短的花季期间，全国的新闻媒体每天都要做追踪报道，用奶油做出繁花压制的樱花，使我们能经常看到樱花的盛开，而不仅仅在每年春天稍纵即逝的几个星期。欢迎订阅我的频道，或扫描左下角二维码关注我的公众号。下面我们就一起来看看吧。
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，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，欢迎订阅我的频道，为我点赞转发，有什么问题也可以给我留言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